很开心这个夏天认识了大家，我想把许多想讲的话都留在了片尾，先看完 reaction 再跟我聊聊吧。三、二、一，开始。小秀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你说话，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他一个人是，好像从来也不需要你。他想扶他耶。为什么？阿丽，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对人总是笑脸相迎，却未必能得到一分好脸色？而你父亲不可一世，却人人对他趋之若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同为一人之子，你父亲可以闲适的在家陪着自己最爱的妻子，逗着自己的孩子，却要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理所当然地指派着做各种事？为什么明明连生辰都是同一天，金光山却可以在给一个儿子大办宴席庆生的同时，所以金光山真的很该死，睁睁地看着他手下的人把另一个儿子从金陵台上拽了下来？他让人把我从金陵台上踹下来，从最高一层一直滚到了最下面一层，垃圾下半身痒。阿里，真的要是金光，我真的金光咬，我真的不会想要认这个父亲。哎，到底为何他还是想要回去？是为了什么？就是想要回去，然后用最残忍的方式报复他。他当初在云深不知处拜学的时候，不是不其实他是蛮好的。我对我这个父亲也是有过期待。拜托，曾经只要是他有什么好期待的？不管是害魏公子也好，我家魏婴，我家魏婴要中标了。不管多扯，多招人恨，我都会去做。阿莲，你知道让我彻底失望的是什么吗？不是我在他心里永远抵不上金子轩的一根头发，或是他接回了莫玄羽，不是他连我抱你都不让，也不是后来他想尽办法架空我，而是某次他又出去花天酒地的时候，这么老了还在那边花天酒地，恶心死！对身旁酒女吐露的心里话，你知道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挥金如土的大家主，不肯费一点点的举手之劳，给我母亲赎身吗？哎呀，赎身不可能，女人最麻烦了，尤其是读过书的女人，
如果给他赎了身，啊，他这辈子就纠缠不清了。吃个葡萄，噎死吧你！哎呀，好恶心哦！嗯，脏了我的画面。好吃。吃你的头了，吃你妈！爷，你不是有个儿子吗？嗯，儿子，哎，不提他了，喝酒。嗯。二哥，你看，我这个儿子就值得四个字，不提了。孩子啊，其实你的意义跟价值不是只有建立在他的那个人的心里而已啊。就这么想不通，纵使他是你父亲，可你我跟大哥一样，除了摇头，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有没有用？是没有用。对啊，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没办法，做尽了坏事，却还想要人垂怜。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真的也是。经理，走。他要坏也没有坏得很彻底，不就可。垃圾。爱用这招，魏无羡，你不是缴了他的武器吗？我的确缴了他的金钱，除非金光耀的修为已经高到可以凭空化物。他藏在体内，很厉害，很角色，真是好。不必这么激动，阿玲毕竟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是那句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过段时间，诸位自然会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阿玲。金光瑶，你要人质，要我也一样。那可不一样。江宗主，你受了伤，行动不便，会拖我后腿的。金宗主。你好像忘了烧上一样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最忠心的下属还在我这边。东西，宗主，不必理会我。东西，金宗主，你又说了一次谎。下不为例，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突然，我现在根本分不清你到底说的哪句是真话。他真的也是透露着一丝乖巧，在面对蓝曦臣的时候。怎么回事？我宁怎么不听我的？难道刀灵附体？聂大提刀来寻仇啦！
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赵林说这样子能活吗？那个要绑起来吧，那个伤口。宗主，你有药吗？老婆宝宝，我们宗主他一直对你都是以礼相待，求你帮帮我们宗主吧。他居然对金光瑶这么好。宗主，你也大在抓狂。啊，气大狂。又要谈清新意。这不是清新意吧，这是安魂曲吧。江正如此和善的看着魏婴，吐血了，你都没有人发现，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杀我？不是，救命啊！怀桑还在演。是你自己！救命啊！救命！救命！我没有。哎，赶快！好不容易才回去的。飞这么远，我还在保护自己的弟弟吧。好不容易才追回去的，又要再追一次。我真的是。魔女的条件吗？金宗主，请你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举动了，否则我便会不留情面地取你性命。放下那瓶药给我。啊，好。换药哎！我靠！怀桑。啊！是。
西之歌，小心背后。超级哇，借刀杀人逆怀伤。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开进三个，不，开进新宗主把手伸到背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是不是？安心，金族主，我说过，你若再有动作，我不会留情。你没听到吗？是，你是说过，可我以后呢？他也觉得怀上怪怪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看他干什么？别看了！你能看出什么？连我这么多年来都没看出来呢。哎，放羊的小孩。哇！奥斯卡要颁给他了。你要我死啊！你可真是不错啊！啊！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的手上。啊！剑还插在他身上，呀呀呀！别动！别动！想怎样？这也太高难度了吧！两个人要好一个一问三不知，难怪了，藏了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你了，西之哥。你要相信我，君子我刚才真的看见他手在背后。你死了别动，十年不晚。呀，好痛的感觉。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有做过，可我偷偷从没想过要害你。没错，这倒是真的，天底下最爱的就是你了。看当初你神不知出门烧时，你逃窜在我求你于水火之中的是谁？后来姑苏兰氏重建云深不知处，鼎力相助的人又是谁？唯一那个云深，这么多年来我何曾打压过姑苏兰氏，哪次不是百般制止？除了这次压制你的灵力，何曾对不起你？何时向你要过恩？明山，
过是因为当年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就能如此抱我吗？而你，蓝曦臣，则无惧，却照样和聂明珏一样容不下我。怎么一下子好，一下子又坏？他是不是有人格分裂症？他是不是有人格分裂症？哇！以鲜血灌溉阴铁，阴骨。到底魏婴要吹几次？他要吹几百次，一直被放出来。哎，跟你讲，他最要紧的就是蓝湛，他不准蓝湛去危险的地方。最后也是舍不得，蓝湛，带左无惧快走。蓝家都是痴情种，天哪！就是自己选择的人，就算再怎么样，他都愿意就是陪着他，真的很感。戏精王在后面，哎呀，
刀杀人，为什么不自己？我要他就像江森一样的。以前我以为我很了解他，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今夜之前，我以为我重新了解了，可现在我又不了解了。西城哥，谁又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呢？这倒是真的，每个人都有不想要被知道的一些事情吧。全部都知道会比较好。刚才他真的在背后想偷袭我。我好像是看到了。好像真的，他就算是崩你的那也没办法。你刺都刺了。西城哥，你这么问我，就连我也不敢确定了。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江城一直带着他的诚信，咒消失了，可喜可贺。你才这一刻才是真正的重生了。仙子，这仙子是不是变肥啦？这群人总是都要在那个已经全部都结束之后才来，是怎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许大声喧哗！你们没事吧？没事，这是怎样？亲友团来的，是不是？没事，没事吧，公主，没事吧？就有那种，园游会，就是各家的人来那个。魏前辈，你脖子怎么了？哎，他是指针吧？都流血了，你没事吧？哎，对，万一这么的。仙子，你先出去啊！他怕舅舅会害怕。这可怎么办啊？是。江城。到最后了的，还是讲不出那句关心啊。留给他的啊，给他的一个就是宗旨啊。那我还说这个是太监的帽子，原来是这样。
天哪，聂怀桑真的是腹黑。突然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获得一样。静怡啊，魏无羡他人呢？他们出去了呀？出去？去哪了？你牵着一只狗。魏前辈就拉着韩光君和温前辈一起去看小苹果去了。嗯，对，小苹果，帮我照顾一下仙子。啊、蓝曦臣整个郁郁寡欢。不要追了，舅舅，他们已经走了。所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不然呢？留下来吃晚饭，说完谢谢，再说对不起吗？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才走的。舅舅，你这个人真讨厌。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不是同一个性格吗？咱们回去吧，金陵。个人回个人那里去。哦，我的云梦双起。舅舅，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跟魏无羡说啊？没有。才怪，我明明都看见了，你想跟魏无羡说话，后来又不说了。刚才是在庙里也是。没什么好说的。胡说，明明有。到故事最后，最后他还是没有跟他说。我去给师姐买点药，师姐就交给你照顾了，你就留在这里，千万不要离开好吗？煎饼。怎么，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要告白？什么事啊？哎呀，这两个人每次都这么两个人的那沙发机都好给他们两个人独处的时间。你追你追上来干什么？你不怕你们家蓝老先生骂你啊？魏前辈，我是有很重要的话要上来问的。什么？这几日我记起了一些事，但是不能确定，所以想来问一问韩光君和魏前辈。什么事啊？自称手艺精绝，做出来的东西辣眼睛还辣肚子。他以为他在对他吗？说这样浇点水再晒晒太阳就可以很快长高，还可以长出几个小朋友来陪我玩。哎呀，说要请韩光君吃饭，最后没付账就跑了。没有韩光君付的，给钱的还是韩光君。可能是那时候我太小，很多事情记得不完全，但是我能确定，我曾经信过。你姓温，你不是姓蓝吗？蓝思追，蓝月，蓝月，阿月。埋怨，魏前辈，我是阿怨的。啊，阿怨，阿怨，阿怨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当年一个人留在了藏岗。蓝湛，是不是你？是，这就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的事。韩光君多棒！为什么？好想你！我等不来两个主角抱，他一直跟别人抱。我想你。傻孩子，哭什么？我才没有哭呢，我只是觉得好难过，但是好开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就不要说了。你干嘛？对啊，那就不要说了。谁叫你破坏他们俩刚刚要讲？这小孩怎么劲那么大？不愧是韩光君叫出来的孩子。不是你教出来的。啊，哦，我就说这孩子怎么那么英俊，像爹又像娘。魏前辈才没教过我呢。我教过，只是你太小了，忘了而已。好像是教过的，我想起来了。看吧，我教过。看吧，比如怎么把美人图或者教这么小的小孩，拦上不爽。还有。帮漂亮的姑娘走，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这孩子怎么会竟记得这种东西啊？我怎么可能教小孩这些东西呢？有的，温叔叔可以作证。你温叔叔他做什么证啊？你不要乱讲！我跟你说，你这小孩子，蓝湛，你怎么教的呀？小时候阿愿在我这里很乖的，你不要乱说话。你看见没那个坑没有？我跟你说，你长再大，我也能把你给放进去，你信不信？哎，你笑什么笑？你个小孩，你阿愿。最后一集了，能不能放过孩子？还在哭。多大了你还玩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也这样抱过韩光君的腿啊？
就一切都很幸福。他们两个相识一下好甜。要往那边走了。走什么？去哪里啊？公子，你之前不是问过我，事情了结之后准备做什么吗？我和阿月商量过，想回岐山看看，为族人修作衣冠冢。我跟你们一起去。不用了。你不想让我跟你们一起？你已经做得够多了。那你们接下来准备做什么？送阿月回云深不知处，然后做什么？可以慢慢想。接下来的，就让我自己走吧。怎么到处都可以戳到我的泪点？也好，好讨厌。我们也走吧。去哪儿好呢？走了，小苹果，走。妈呀，很，为什么蓝湛要站在那边？哦，不要，不要乱改哦。不是蓝湛，蓝湛不会站在那边的。蓝湛，你不走了吗？给我沉默啊！什么怪意思啊？啊！我看到蓝湛了。幸好妖叔，吓死我了！千万不要这样对我。飞都过往，醒来了怎能
点水。有在一起就好了，吓死我了。哇，我也想要去这个瀑布。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会去当仙都这个担子。仙都，我们在这里岂不是要不会不谢，能够出剑辅助，无愧于心。愿我蓝忘机能够出剑辅助，无愧于心。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大家可以在云深不知处喝酒了。蓝湛，你不愧是韩光君，你也不愧是魏婴。啊，无机的最后那个 MV 的最后啊，我现在哎呦，笑得那么好看，怎样？好啦，这个结局我可以接受。想不到如今云深不知处又多了一千条家规。嗯，四千条了是吗？不管这蓝氏的家规加多少条，最重要的家训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不知，还请魏兄指教。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那就是不可结交奸邪呀。哦，现在变他们两个奥斯卡了，是不是？你可真是嚣张了。不敢不敢不敢，魏某甘拜下风啊。仙都，这个仙都好好那个聂宗主高岭之花的感觉，没有旁人在服侍。有一个问题，魏某想向聂宗主请教一下。请讲。聂宗主费尽这么多心思，难道就不想当仙都吗？感觉好像他一说有，魏无羡就把他干掉。我记得有人说过，这山川风物四时美景，真是无论看多久都不会觉得厌。我呢，是个识趣的人，该我做的我不会假手他人，可如果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不来。走了。他还蛮明白自己要什么的，被绑在那边应该不是他的个性。你不问他了？问他什么？奇怪，这时候我们蓝湛的头盔又有点紧了。问他是谁放出了莫玄羽，又是谁抛出了刀灵，又是谁找到了思思和碧草，又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但是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重要的都在你身边的，还有什么重要？他们去踏青啦，这是有干嘛？什么啊？我去那边，我走这边。决定了要去哪里？
不过天大地大，不要乱改哦，他们天天去夜店的耶。四海之家嘛。南辰，我走了。走屁呀、啊！小苹果，打断他腿啊！走到哪里去？什么啊？这是什么啊？怎么？我刚刚那半小时是白看的吗？他呀，结局非得要这样吗？啊？他是搞什么啊？回去追他，你这边走屁呀、啊！蓝湛，下次见面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人家早就跟你讲 了。呀，卡吉玛，怎么可以走？怎么又来一次？怎么又唱一次？啊！虽然很好听啊，但是。到底要反转几次？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朋友明明就说还不错的结局。说你们不能分开的，快！连一个画面都没有，这样就剧终呀呀！那干嘛还要唱第二遍舞姬？就是前面结束就好啦。时间过得超快的，在这一刻五十集的剧情 reaction 呢正式杀青了，很开心因为阿令这部作品而认识了大家。以前呢认识我的粉丝们呢其实一定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很高产的创作者，我以前呢都是一周一支影片，然后
就是温火慢慢熬。然后更新了两支影片的话呢，我的粉丝小豆腐们还会给我留言说 Niki 你这个礼拜好勤快啊的那一种。所以其实呢，当初大家的鼓励下，九月开始一周产出三支影片，坦白说对我而言呢是一个挺负担的工作量。毕竟我平时也是偶尔要进去公司处理 case 啊、开会啊等等的，所以这样剪下来呢，我发现这一个月的数量已经是我以前半年左右的数量了。所以说你们是我的动力，这真的是说真的。虽然呢在过程中就是 B 站还有 YouTube 常常会发生一些状况，让我在上架的时候都非常头疼无语，但总归下来呢，我很骄傲就是完成了这个作品，然后这个系列一个人好好单枪实干的把五十集给拍完。我是一个说了就会想办法做到的人，所以呢履行了当初给大家的承诺呢，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谢谢呢陈情令出现在2019年这个夏天，这是一部让我觉得很惊喜的一部剧。很多想法呢其实我在每一次的 reaction 的时候呢，大体都有跟大家聊过了。那综合而言呢，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这部作品。那希望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你们跟着我的 reaction 看得还开心。那也谢谢呢粉丝们的一路的陪伴，然后跟着我的影片，每一个弹幕，然后每一个留言，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很开心呢阿令丰富了我创作的痕迹，接下来呢我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去计划后续的一些创作方向还有时间分配。所以呢我将休息请假一个礼拜的时间，也许中间会发片，也有许不会这样子，所以要看我工作的安排吧。毕竟我公司的一些案子就是再不处理的话，可能会被同事还有厂商追杀这样子。那大家期待已久的阿令花絮呢，预计会在10月15号开始更新。来日方长，细水长流，我也会在休息过后呢调整出更好的状态，然后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谢谢活泼潇洒的魏婴，然后也谢谢温柔内敛的蓝湛，还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了。伴随这个剧50集的 reaction 结束，我也该跟阿令这些剧中的角色们说再见了。下次见面呢就跟大家一起看王老师还有肖老师了。再次谢谢大家一路下来的陪伴，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段期间跟我一起看影片的时候呢都能感觉到幸福还有满足。我是 Niki，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了，爱你们哦，拜拜。